起拍电量为1000电量，竞拍开始。哦，米卡，哟，当你老了。好，米卡，1000电量。台下，别，不要，不要。1500，1500，1600，嘎子哥放心飞。咱现在就抢别人的，啊，对，空台。1800，3000，3000。加一把，好，加。3500，3500，啊，3600。来了，拱火。你看这好玩了。5000，5000，5000，5000，5000，5000，5000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5500。你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没有没有，你有16000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记着呢。8000，漂亮。恭喜 InterOne Mika 拍下，谢谢。When you are old， 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我很喜欢阿燕的。那我觉得加一把，抬呀！请注意，请注意，竞拍即将开始喽！咱现在就抢别人的，对。这首歌起拍电量为1000。2000，2500，3000。All in， 8800。第二个 All in， 我又变成全场最穷的人了。欢迎来到戏里超感新电影，请坐一下，自我介绍。我是尤长靖，我叫吉克俊逸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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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认为节目的所有歌手中，你能排第几呢？我在美妆领域是第一，比他们会做美甲。蛋壳，你跟谁关系比较好？蛋壳吧。那蛋壳和阿云嘎，你和谁关系比较好呀？蛋壳。啊，那你觉得蛋壳和阿云嘎谁实力更强、更厉害呢？蛋壳。啊，别！快吃！我来了，你要加油哦！犀利超感新电影第3次主题竞演。新的挑战者来了，尤长靖、吉克俊逸。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戏里超感新电影。五位歌手中，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最喜欢刘雨昕。开始快问快答。刘雨昕和蛋壳，你跟谁关系比较好？蛋壳吧。那蛋壳和阿云嘎，你和谁关系比较好呀？蛋壳。啊，那你觉得蛋壳和阿云嘎谁实力更强、更厉害呢？蛋壳。啊，别！快点！我来了，你要加油哦。两位踢馆歌手将在四位 solo 电音人中找到最终 fit 搭档，共同参演第3次竞演舞台。吉利超感新电音第3次主题竞演现在正式开始。年少的爱春暖花开，年少的爱。唱功要求非常高，音质、节奏。这样走心的一个作品，它反而是用质朴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的。这次舞台也做到了一个极简，我觉得还挺酷的。等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等我老了。真的是好听的一首歌，他们再创作的成分很多，特别真诚的一首歌，把想要表达的东西都写在了歌里。公布我们的最终成绩之前，如果
我们的踢馆 Fit 组合对你们发起了点杀，那我们将即刻开启一 v 一点杀赛，那你们是否会被点杀呢？请看大屏幕。